家人们，这是我景阳冈的老妹儿给我送来的老虎蟹，没吃过啊，第一次吃，看看，哇塞，哇，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是红色的呀？我尝尝啊，嗯，哇，它就是海鲜的味道，特别鲜。这个我真不会吃啊，嗯，哇塞，这肉好吃，很新鲜。